所有观众的是咱的唐西川、陈进行先生，欢迎上台。陈进行先生今年73岁，伊有两个后生，两个查某囝。国小毕业了后，就带三公老爸到乡的破巢回来，饲牛、养鸭、甲落户的工作。少年时伫台北上班，55岁退休了后，才回来从头开始从事落户的工作。家己经营一家外地，主要是种水稻啊、土豆，已经认真学习各种的农业知识甲技术，佮常常用前辈请教管理的方法。伊的精神真受村民的肯定甲鼓励，冻酸无烦恼的教授表扬，恭喜陈进行先生。有请咱观众乡长李明明李乡长为咱敬上纪念品。好，感谢我们李明明乡长。首先邀请的是咱观众拢代表会主席李忠茂李主席为咱敬上纪念品。好，感谢李主席，谢谢。首先邀请的是总会理事长陈英华陈理事长为咱敬上纪念品。感谢陈理事长。再来要邀请是咱潭西村的村长李忠信李村长为咱上台敬上纪念品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李村长。那我们欢迎各界长官一同合影哈。啊，那个亲友团老哥当成英雄来带我们上台，我们一起来做个合影。啊，鲜花的，来大家跨镜头，来三，来三二一，赞！好，感谢我们各位长官，也恭喜我们张进行，啊，我们张先生，恭喜哦。恭喜陈进行先生。